关上门，让心归零，蜷缩着冰冷身体，好像这样才可以保持着清醒。亲手打碎的玻璃，还要怎么粘回去？努力让自己冷静，别去回忆。听说你和他已没联络，丢了自我没回头，我怎么还不自觉地为你难过？当听说你现在已经回国，想和我重来过，而我竟然还有一颗心动闪过。竟然还有一颗心动。